大家好啊，欢迎收听安播足球快讯。英格兰媒体之前已经报道过，多蒙特对曼联的前锋伊兰加感到兴趣。知名的转会专家罗马洛的最新消息就话，大黄蜂是想要租借伊兰加，但曼联仲未作出最后的决定。罗马洛话，多蒙特仍然希望可以借入伊兰加，但呢一笔转会完全取决于曼联，他哋仲未作出决定。多蒙特當地的媒體魯爾新聞就證實了英國方面有關伊蘭加的報導，並表示這位瑞典前鋒認為他的未來會在德甲。喜歡這條片的話，就記得給 like 和要 subscribe 我們的 channel， 再 share 給你的朋友看。那我們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